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宝，好听的音乐，请讲解。提到楼兰，又不得不提起云朵；提到云朵，又不得不提起刀郎。云朵是刀郎的得意徒弟，他是一位天生的歌者，他的嗓音浑然天成，无需太多的技巧，只要用情用心感悟就好。他唱过的经典歌曲很多，其中他唱的《爱是你我》，无人超越的天籁之音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而海兰阿木从别之己到简朴的人走，当人们以为这是海兰阿木的巅峰，谁又想到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曲是唱一首火一首。就一对对坎坷，不做寂寞的奴隶，你不做孤独的鬼。想问你的一颗心什么时候送给我。其中海兰阿木的这首来俏热情奔放魔性十足的歌声风靡乐坛，创下了全网播放量22亿的惊人记录，各大网红都在争相翻唱，使这首歌更加的火热。送你璀璨的星河，送你乱乱的春风，送你火火的闪光，送你不败的花朵，送你万气的山河。想问你的一颗心什么时候送给我。骑上我的小骆驼，带你去看日不落，闭上我的查尔瓦，带你巡游我部落，弹起我的小乐琴，为你唱首小情歌，让我醉的不是酒，只是你的小酒窝。想问你的一颗心什么时候送给我。骑上我的小骆驼，带你去看日不落。而就在近日，海兰阿木与云朵一起登上天南地北贺新春舞台。我的小乐器，为你唱首小情歌，让我醉的不是酒，只是你的小酒窝。携手献唱来跳舞，好听的旋律，律动感极强的节奏，配合朗朗上口的风趣唱词，经由两人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的演绎，阿木的声音沙哑而富有磁性，配上云朵儿清透的高音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两人真的是歌坛绝配，现场版太嗨了，让人情不自禁地将单曲循环了一遍又一遍，为冬季增添了几分洒脱和温柔。送你雪白的云朵，送你璀璨的星河，送你暖暖的春风，送你红红的山果，送你不败的花朵，送你万顷的山河。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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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伙伴们觉得云朵和阿木唱的好听吗？欢迎到评论区研究。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、转发、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